岛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报道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来，今日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咧，是咱台语歌坛龙主袁小迪大哥。对咱以前咧介绍袁小迪的时阵，拢会讲啊，阮小弟吼，其实咧音真清，但是咧，其实实际上啊，袁小迪的个性是非常的阿尼基，很会照顾大家，而且也常常提携后进。然后，当然啦，这种受害个性咧，在伊的这个啊，人生当中，我们讲在咧夜店，或者讲在咧商场上面呢，一直都是无往不利啊。甚至包括讲起嘛，吼，在咧啊，中国对华有真侪商演，吼，他不但自己呢，这个也办了很多的演唱会哈，也带了我们台湾本土很多的女明星哈，还有这个男歌手哈，拢去遐啊表演呢。来，继续咱就来听袁小迪大哥的今年再度推出个人上新的作品哈，2014年上新的专辑叫做《唔通做歹囝》。
来继续我听一首歌曲。伫咧今年咧，袁小迪，咱台语歌坛的大哥袁小迪推出个人上新的专辑吼，大家想到伊咧，就想到讲哦，这人唱歌江湖开口大概当，所以即个咧，龙珠回头金不换吼、哦，这是袁小迪上新的作品，唔通做歹囝。阵阵冷风吹凉阮心肝，予阮感觉一阵心痛的畏寒。想起当初少年时，无听父母的叮咛，离开着故乡流浪走天涯。朋友若是少，我随时拢奉陪，为着一气两语甲人去拼命。咱唱声，雄雄站起来，甲伊拼。啊，哪会这呢冲动啊？做我的代志已经做成了。阿舅就是歹囝，伊当叫我是歹囝。同名主打，唔通做歹囝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